自己公益方面也做了很多，那这个18年还会有哪些公益方面的打算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？我主要就是还是因为最近就是在帮一些失智的小孩进行推广，所以还是会继续下去。如果会好想到一些新的好的一些方案，也会去实施落实。那参加综艺节目会不会觉得辛苦啊？先请回答一下吧，刚才那句话。